第三，在菩提道次第提到可以对根本上师悉黑吐白，弟子对皈依静修、皈依静诸尊会放光加持，这是不是双照法？第三，这个讲的双照法没有错，这是双照法啊，双照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也布施，也这个帮助众生，甚至于对这个四圣六凡十法界都是有益的啊，四圣六凡十法界都是有益处的，这是双照法。